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娜姨。今天西瓜铺类嘉年华哈，大概是在晚上6点多钟的，恩娜姨要去走红毯，穿上了这个民族的服装，一会儿呢就去化妆去啊。看小仙女们都在化妆了，年轻就是美呀，就是漂亮啊。嫦娥，哟，好漂亮啊！太漂亮了。化妆师正在给小美女们化妆，坐在椅子上化妆的人都是大咖。这是我的美容师，今天给我化妆，给我化的美美的啊。你头发正常，这头发因为头发比较短，比较。但是你要是拍照就那样的好看一点。行了，要不老师。行吧。谢谢啊，非常感谢啊。化妆师又给我戴了一对耳环哈，耳坠儿，叮铃当啷还挺好看的。我没有耳朵眼儿，给我粘上的，效果还挺好的。在我身后哈，都是哎，都穿好了衣服，化好妆，等着走红毯的啊。我们就在这等着。这都是自媒体网络大咖，正在准备走红毯了。香妹猪猪老师在吗？这是我们两个同学。九龙强子，他是来自广西来宾农村的一个单身小伙子，他用镜头记录在农村的朴实生活和风土人情，今后呢他希望更加努力地创作出更好的作品，欢迎他。一会儿我也会走这个红毯的啊。获得金秒奖中视频学武举荐 NR7673，在退休后的认真钻研自媒体，开启自己的电商事业，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所有人，学无止境，退休后的生活也有无限精彩。这今天下午彩排的时候，还看到我们小姐姐一直在那个直播呢，无时无刻跟大家进行分享。来，随地都有我的粉丝宝宝，欢迎姐姐这边。爱你，来，我们打个招呼。我的账号在西瓜上是恩娜7673。哎呦，忘了给自己又打个广告，是不是？点点关注，欢迎大家关注恩娜姨的账号。收到，恩娜。我想问一下，在您的创作过程当中，就是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？你是如何克服它的？挫折和困难就是哈，有些就是题材，有时候分享的差不多了。遇到瓶颈了，就是想，哎呀，我还怎么能干下去？哎，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困难。及时的复盘它，对对，然后再努力找找不足，然后再让它变得更好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对啊，特别可爱，我们也期待您后续的作品。谢谢姐姐，也要多多直播，跟粉丝宝宝互动哦。好的，好的，爱你。好的，现在走上红毯的是获得金秒奖年度最佳中视频男主角。红毯已经走完了啊，我现在可以戴眼镜了。我来到了化妆间，现在来卸妆了啊。卸完妆，把衣服换完以后，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啊。哎，您好，您好。我这头发好卸是吧？哈。对，好。这个妆我就带着了。那对，妆没问题。我呀，行，耳环是不是？耳环也得揪下来，对。这能直接揪吗？哦，你不知道了。行吧，粘的，粘的，我没有耳朵眼儿。好了，没有，还有一个粘子下去了吗？粘子拿了，对。行，那我这样吧。去服装那儿。行，我再盘一会儿这头发啊，把衣服还回去，今天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。N娜7673的啊，谢谢，好嘞，完成任务了，吃个饭。一会儿就回我们那个大别墅啊！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